听说你们已经开始造第三艘航母了？会上电磁弹射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电磁弹射确实不好搞，谁说不是呢？我们目前还得从蒸汽弹射开始做，一步一步来。福建舰，电磁弹射，技术问题都解决了？我的还老是故障呢，谁说不是呢？电磁弹射虽然有了，但实战行不行也不知道啊。那就好，慢慢搞嘛。吨位是多少来着？才8万余吨，比你家的差远了。吨位大了跑得慢，得有核动力才行，是吧？我们还是常规动力呢，比你差了一大截。核动力可不好弄，我都费老大劲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目前还是先把常规动力玩明白再说吧。不对呀，兔子，你上次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吧？啊，是吗？